少年好六季，起航了！最美花儿，闪耀好六金。谁是花儿最不想结伴旅行的少年？我想选杨迪。不要在一起！在一起！不要在一起！在一起！你现在要跟杨迪在一起组队了。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要守护江疏影，我要守护江小姐。冰晨曦，除了你以外，别人都可以。因为我们在一起会很扎心。哇！你们俩是真的在玩吗？你们俩在干嘛？弟弟赢了，只能跟弟弟组队了。爱的抱抱，反转不停。沈凌凌，你会怎么称呼你的另一半？小宝贝儿，小宝贝儿，这个非常合理。送分题了。江江姐，你最想改掉的一个坏习惯是什么？太爱。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也是合理，我认。如果用舞蹈来说话，他们能否读懂彼此的心？啦啦啦啦啦啦啦！他一直在给娜扎使眼色。二倍速。二倍速。回答正确。刚刚是有一段腹语表演吗？都说出来了，都已经。沙滩丢手绢，少年们的胜负欲一触即发。我一脸的沙，关键我还张着嘴。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别着急，缺钙吧。最终谁能问鼎最强花少组合？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淘宝可以淘出一万种生活。刚刚下了这个轮船，我们环球旅行，发现我们好六街跟世界上其他美好的地方相比也一点都不差呢。是的呢。而且呢，今天现场还有很多花，然后感觉非常的浪漫。是，我想呢，今天我们一定会非常的开心的。在这里欢迎跟我们一起旅行的朋友们。欢迎今天两位男生都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好六街。首先我们欢迎彭冠英，欢迎，欢迎，打个招呼呀。打个招呼，我不是第一次了。你好星期六你是第一次来吧？没没没，是吗？那次绿锦鲤，那次绿鲤鱼。对，那我重新介绍，今天有一个老朋友来到我们的现场，他就是马伯骞，欢迎马伯骞。太好了，马伯骞都是老朋友是不是？欢迎大伙星期来的做客啊，欢迎欢迎。彭老师刚刚播了一个很棒的剧。对对对。好，下面是我们小马，小马有新歌跟大家见面了，叫做 Wait for you。 厉害了厉害了，介绍一下新歌。这个呢是会在后面这张专辑跟大家见面的一首歌，然后今天呢带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哎，感不感人？你看对面
哇，还帮你打扣，你看那个流动服，哇，我从来没有人给我这样打过歌哎。Wait for you， 好，谢谢谢谢。那么今天呢是春暖花开的感觉，对不对？那是不是可以问一问大家都想要跟谁旅行，好不好？就最期待跟谁旅行？老秦，好六团吧。哟哟，我这样出去玩会很开心。我跟黄老师去算了。哦。然后再带上那个鹏鹏。哦。妹妹，一心。怎么这么熟悉啊？这档节目是，就是稍微剧透一下，《向往的生活》又开始了。真的邀请朋友们去我们蘑菇屋做客，好不好？好不好？可以。好 ，OK。泽林啊，我们今天就是全是男生一起去玩吗？那肯定不合适啊。其实我们今天呢举办的是《花儿与少年》的好六季，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了几位特别美丽的女生来到我们的现场。那有请花儿闪亮登场。有请。女生好，欢迎。Hello， 大家好。四朵花。那么我们这里面呢，有我们好六街的老朋友，也有好六街的新朋友，我们来请他们打招呼。首先是我们的江江，江疏影，欢迎。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江疏影，江江。欢迎楚然。大家好，我是传传传王楚然。欢迎。你知道你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就有人在这里呼唤你。什么？谢谢。好，那么这是我们王楚然，希望今天也玩得开心。另外我们这个好六街的老朋友又回来了，首先是我们的娜扎。大家好，我是娜扎。欢迎。好，另外是我们的嘉哥孟嘉，欢迎。Hello， 欢迎嘉哥。那今天我们主题是花儿与少年，我们这里呢有花少三的我们的江江，还有娜扎，另外还有花少四的我们的小丁。那么我们今天呢会组成新的花儿与少年的组合。是的，今天呢是要两两一组，组成五组搭档进行游戏的比拼，最终积分最高的可以获得我们旅游红包的奖励。但是因为我们有六位少年，所以我们会有两位少年呢要组成搭档。啊，我和何老师为什么要这样？我不要跟你一组。接下来是这样，那两位少年是要提供我们本次的旅游红包的哦。怎么输的人还要提供旅游红包？你没有注意大哥这期没在吗？好惊人，好羡慕。但是没关系，因为我们今天少年们呢是会有翻盘的机会哦，只需要在每轮游戏当中获得第三名及以上，就有机会和其他少年换位置哦。好，那我们怎么组成搭档呢？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只要不是你就好环节。哎呀，坐得好远啊，我们的花儿。没事，马上就会靠得非常近了。好的呢，在旅行当中呢，如果大家选择了不合适的这个搭档啊，可能整个旅游都会很不愉快。是。那么我们今天搭档的规则呢，是花儿们轮流指定一位最不想搭档的少年。金晨星，除了你以外，别人都可以。哦。如果花儿获胜的话呢，就可以挑选任意一位喜欢的少年进行搭档。如果失败的话呢，就必须和这个不想结伴的少年搭档。好的，现在在这个花儿选择少年之前呢，请六位发表一下自己拉票的这个宣言，从何老师开始好不好？我先来吗？花儿你们好，我是何炅。跟我旅行有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事实上得早起，得早起。
刚刚你说了，我们都记得。公告，我等一下会说缺点，我先说优点。跟我旅行有个优点就是，不管是在本地还是在外地，我从来没有让我的旅伴，不管是吃饭还是游玩花过钱。哇！天哪！天哪！我就喜欢这样的。对对对。所以呢，我会是一个很大方的旅伴，但我的缺点就是因为我觉得，既然我花了钱，我觉得出去玩还是要有一定的计划，所以我是一个计划型的。谢谢，希望大家选我。但是娜扎不适合你，你这么爱睡觉，你那么贪睡。何老师，我可以早起，没关系，没关系，娜扎。我的意思是按计划就行，我们计划可以定到下午4点以后，谢谢。可以，这是已经站好队了吗？我现在娜扎姐有没有一点心动对何老师？不告诉你。好 ，OK。哇哦，哇哦，哇哦！来，下一位观音哥。我的优势就是用一句话总结吧。治疗颈椎。个子高。对，治疗颈椎。然后呢，选我呢，肯定不吃亏。选我呢也不会上当，至少不会让你们白来星期六这一趟，好不好？好。哇，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全场99。没有，总感觉好像要去摆摊儿。他的优势就是会押韵。好，来伯谦哥。这说完了都不知道该咋说了。压力好大呀。因为有的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可以有计划，但是永远可以有空间给变化，随机应变当然没问题。如果说原本定的是要9点起床，下午4点起也行，我可以也等到4点。这难道是暗示我吗？对，你在暗示娜扎吗？没有没有，其实对呀，我们没有提过说要下午4点啊，我们喜欢早上8、9点钟起床啊。我只是举个例子嘛，其实我是在暗示你。其实我是在暗示你。你举个例子，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哇哦！怎么回事？妈呀，拉票还被质疑，我的天哪！吵起来了，拉票。你好，以貌取人哦。为什么呢？你是不自信吗？你不要这么快就输好吗？你是来赢我的。你的缺点是什么？我缺点就是啥也不行呗，就是然后啥也不行，干嘛要跟你？但是我可以努力行，就是我可以。我们还要陪伴你成长，太累了。我这把年纪可能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时间了。拉个票都吵起来了，好吓人，好吓人。我们还要陪伴你成长，太累了。好难。就我要不还是坐下吧。谢谢，加油，加油。谢谢你的拉票。好 ，pass 过。下一位，下一位，下一位。哎呦，紧张，还挺紧张。我这个人也没啥优点，就是会拍照。哦，会拍照，这个好，这个很重要，这个才重点。各位花儿，这个很重要。不是很重要，我们因为我们本身的天生丽质，对，怎么拍都好看，没有优势，下一个，没有优势，下一个。哎，能不能这个环节换成男生版的？只要不是你就好。感觉所有拉票在他们眼里都不值一提。这里面至少有2朵花，他们只想自己去玩。我们都不敢跟江疏影出去玩，其实有点。是不是？他们不需要少年，我觉得。来，小丁弟弟。我觉得这么玩完一无是处。刚刚前面拉票的时候，小丁在我这旁边瑟瑟发抖。我到底要说啥呀？那个，你的优点是我弟弟自信点，弟弟自信点。整个旅行就希望姐姐们能够开心，然后我很听话啊，然后可以帮姐姐们拎包啊啥的。对，姐姐们开心最重要。这个我必须要说，因为我认识花少的团队，就是在那个第4季之后，前期的导演就跟我说，就是大大的表扬了那个丁程鑫，吃苦耐劳，就是一个有趣又实在的人，很暖的一个。对，所以呢，这一点我觉得跟他去旅行应该是不错的。对啊，超可惜，我们那一季就缺了丁程鑫。哎呀，对不对？是不是缺了一个美少男？你在暗示。请这位花儿不要以貌取人。来了，我还没拉票呢。来了。但是我确实有小丁刚刚讲的所有的优点，然后我这个人也很会安排旅程中的各种事项，比如，因为我的旅行宣言就是把每一个地方当作人生最后一次去，玩就要把它玩透。我们来世间走一遭，去任何一个地方是不是要玩透？
跟我玩绝对玩得透透的。我们不想当成最后一次。考虑一下，考虑一下啊。好的，现在六位呢都已经进行完自己的拉票了，而且都低下了头。无妙了，真无妙！不要被江疏影选到。他好厉害。他们这个游戏叫只要不选我就好。太吓人了。只要不是江疏影就好。为什么？为什么？没事没事。好，那我们要先请我们的嘉哥先来，好不好？我先来。好，来，对，来，嘉哥，有人选，对不对？对，因为旅行这件事情太重要了，这个人绝对做不到，所以我一定要选他。哦，已经有人选了，我已经有人选了，请说出谁谁谁，只要不是你就好。不可能是我，秦霄贤，秦霄贤，猜到了，猜到了，只要不是你就好。来，啊，我得问一个事儿，就是。什么叫我做不到旅行？做不到，首先旅游是不是首先要从床上起来？对。然后要走出去。对，很困难吗？这对你来说？但我觉得老秦根本就躺在床上起不来。我去旅游人都没有，我跟谁旅？老秦有什么想说的吗？他说的对。我没有任何反驳能力，就是他说的对。太了解你了。那现在嘉哥，一个是运气类的，一个是反应力类的，你要选哪个游戏？我选反应类。哦，因为觉得他反应慢，对不对？掐我命门上了。对吧，完了完了。来来来，也就是说嘉哥赢了的话，他就可以任意指定一个少年搭档。对，如果嘉哥输了的话，他就必须跟必须跟我。对对，来来来。互相都不能手下留情。好好好，刺激了，好刺激了。三局两胜来了，赢的人抢锤子嘛，输的人拿这个盆儿。来，准备好了吗？石头剪刀布，剪刀布，刀刀拿呀！布刀刀拿呀！拿呀！哇，好慢！你在干什么？哦，发生了什么？赢了拿锤子啊，就俩东西有这么难？他甚至给你留那儿了。快睡醒，快点，快醒来。老秦回来，录节目了，回来。我刚刚感觉我像树赖一样。然后这样甚至还赢了。对，来，准备啊。好嘞，你等会儿我先问一下啊。输了拿哪个呀？输了拿桌子。不说两面，输了拿这个挡头啊，输了拿这个挡头，拿桌子。我会了，我会了。对，来准备啊，石头剪刀布，布，布，布。这个是算老秦记一分，因为刚刚嘉哥拿错了道具，他右手是先拿的盆儿。所以算老秦记一分。哦，可以。孟佳反应快到两个都拿了，老秦还没拿着，让别人无路可走。对，我一抓空了已经。一比一平，决胜局，决胜局，决胜局，刺激了，刺激了，有可能会配对成功。孟佳加油！老秦反应力游戏，加油！扳回一局好不好？就这一盘，咱们快点啊！快点来。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吓死我！打到了，打到了，打到了，打到了！哇，好快，真的好快！但是我觉得老秦已经进步很大了，是，对对对。所以孟佳可以指定任何一个少年成为自己的搭档，对不对？就是除了老秦嘛。是，我选择，我选择。这里特别空。我选何老师，我选何老师。来说一下理由，说一下理由。去吧，为什么？我为了不让何老师跟杨迪哥组一个队。哦。我首先先要把何老师请来。何老师，我跟你说啊，选我就对了。我们整个会一路赢到底。是。然后，而且最后不是他们会给我们那个旅行红包吗？对。全归你。
好帅！祝你们能够搭档成功啊！好好玩啊，好好玩！我觉得咱俩不妙，这不妙！好，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江江姐啊，江疏影来了，江疏影来了，哇，好美，女神！我想选杨迪。哎呀，怎么呢？因为我这个人就是特别记仇。他刚才说不要选江疏影，我就觉得我必须要选他。你这会儿选我是对的呀，然后输给你，我故意输给你，我不想跟你在一起，所以我必须要选你。哎呀，表明态度是不是？对，纯属个人恩怨。你们待会儿记得守护他啊。我本来觉得你游戏玩那么厉害，我们俩可以的。但是你刚才得罪我了，是不是？这么开篇就得罪你了？哎呀，我以为是好记仇啊，我以为是马步谦得罪你了，结果是我。你选一个，我们比什么？因为我看了，我觉得这个迪哥在其他的那个都不错，运气也不错，实力也不错，但是唯独在好六街运气真的很差。看得挺细。所以我一定要选运气。好，选择的是运气游戏，来，选择一朵花，然后你们两个人呢轮流掰这个花瓣，然后你是想在一起还是不在一起？不在一起。不在一起。好，他的选择跟我是一样的。那还要玩吗？哎呀，那我就只有选择在一起了。这么默契的。来吧，你选一朵花。来吧。我选粉红色好了。好，我要你就拿出来，就开始摘花瓣。就这朵是吗？好。不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哎，在一起。不在一起，在一起，快了快了，不在一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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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来了，快了，不要在一起，在一起，不要在一起，在一起，不要在一起。请迪哥大声说出最后一个，在一起。祝福你们，祝福你们。等一下，等一下，江，你现在要跟杨迪在一起组队了。除非这会儿有人冲出来说我要守护他。等一下。等一下，哇，真的假的？马步谦，太好了，你可以下去了。没有，他还没有喊出那句话，万一他只是站起来恭喜我呢？马步谦，你是站起来恭喜我，还是说你要守护他？我肯定不是恭喜你啊，怎么这样呢？我要守护江疏影，我要守护江江姐。不一定呢，不一定呢，看一下我们命运会不会促使我们又在一起。好，有请马步谦，手里这汗，花儿可以先休息一下。我必须要赢，我要气死江疏影今天，我这一气就是气他。马步谦，加油！哇，加油加油！一哥随便玩玩啊！不，我要跟你在一起。他就是要气你，也是三局两胜吗？三局两胜，好，来喽，行行，然后剪刀布，好，一个先，三二一，看这边，好，来，三二一，看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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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看这边，五，打他。微笑，微笑，微笑，惩罚他，这么大力。保持微笑，保持微笑，好精彩！我想跟你玩这个。哎呀，加油加油，1-0。Round two。好，来，来看这边，大爷看这边，来看这边，大爷看这边，看这边。
伯爵。舒颖，好恭喜，好喜欢。舒颖，马上就来了，舒颖。哇！噗噗！啊！微笑，微笑。恭喜杨迪。恭喜杨迪！我要守护江疏影，我要守护江阳姐。把出一下，疏影。所以嘛，我的优点只有努力。看迪哥开心的。快起来，把你那首歌唱起来，后面还有机会吗？对对对对对，后面我会继续努力的，我会继续努力的。哎呀，不痛。哦，好，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娜扎姐。好，我们娜扎来喽。娜扎加油哦，祝你选到不想在一起的人。有没有人选？我得想一想。丁程鑫，除了你以外，别人都可以。哦，为什么？为什么说好的扎心姐弟呢？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一起会很扎心。哎呦，弟弟，来吧。弟弟的，弟弟已经被扎心了，扎了，扎得太快了。这里面最熟的就是姐姐了，还被嫌弃了，还被嫌弃了。来吧，弟弟，我的灵魂被冲。我选。那个反应力哦，反应力的游戏吗？好哇，跟弟弟比反应力，那这不就我赢了？你是在质疑姐姐吗？没有，不敢。我可是你师姐啊。对不起，师姐。嗯，开始第一轮就是要跟弟弟说呀，对面是娜扎姐，不是老秦哦，不要下那么狠的手。好，好，来吧，弟弟。我出石头。你出石头。好的。我知道了。好的，我懂了。石头剪刀布。哇哦！等一下，等一下，你们俩在干嘛？你们俩是真的在玩吗？原来这个游戏是这样玩的吗？这样吧，这样吧，恭喜秦霄贤和马伯骞组队成功。我刚才是看到了什么？这一波我已经看到了下一步，我甚至看到下一步的下一步。我想说，那刚刚我跟老秦的是……我才玩明白这个游戏是这么玩的。我觉得这个环节真情实感流露的只有孟佳。娜扎，你能不能拿出江疏影刚刚对我的那种恨？好的，这一轮我就要。好，好，弟弟积到了一分，你的意图太明显了。过来，过来，过来，泽林。好好好，你没搞清楚，娜扎如果赢了就不能跟丁程鑫一对。娜扎为什么把丁程鑫叫出来？他就是想要输。然后现在所以必须要赢的就是弟弟，弟弟要赢了他才能跟娜扎一对，对吧？何老师，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聪明？好，来吧。何老师，我俩组队了，行吗？对对对，就可以直接到下一个环节。我俩组队了。不不不，我们流程还是要走一下，流程还是要走一下。啊，好，来来来，扎心组合第二场第一次，来，三二一。哇！姐姐姐姐，你今天怎么那么美？在我身边，这妆都绝对奥利给。哎呀，没有办法，怎么会？这个游戏还能这么玩吗？弟弟赢了，这样娜扎就不能不跟丁程鑫一组了。只能跟弟弟组队了。我把你们这个拿过来吧，要不要？赶紧动吧，我感觉也快点。但是可以有少年提出。对，有没有人要守护？有没有人要守护？对啊，守护娜扎。有没有人要守护？五六八。没有人要守护，对不对？没有人守护是吧？那我们恭喜扎心组合，一点都不扎心，对吧？对，姐弟同心，齐力断金。哇！恭喜！怎么这么带出？我还是太……还是你太真性情了。嗯。
最后一轮还没开始玩，但我想必已经知道结果。对啊，没有，现在就看楚然如何自然的把冠英拉到这一组，对不对？来，我们有请楚然姐。胜负欲很强的我，是不是？哦。请问你最不想同队的人是？彭冠英，除了你都行。来，有请冠英哥。啊，玩游戏是吧？嗯，对，玩游戏。保护了一下，我以为我一会儿要站起来跳出来说我要守护呢。也行，也行是吧？听说你这个运气不太好，绿鲤鱼是不是？哦，对，那一期真的太经典了。那我肯定选运气，因为他运气一般般嘛。好，请道具老师。哇，选运气。那你要选择的是在一起还是不在一起？不在一起。不在一起，好。这个。好。你先还是我先？在一起。不在一起。在一起。加快速度，不在一起。在一起。不在一起。在一起。不在一起。好甜哦。在一起。在一起，没了，刚好没了，在一起，在一起，哇！在一起，刚好没了。恭喜老秦！恭喜老秦！老秦喜提马伯骞！恭喜老秦！没有没有，他们还有机会，他们还有机会啊！哦，请问二位有没有人想守护王楚然？楚然，我要守护马伯骞！守护世界上最好的千千子。哎，这个说明当你们选到花的时候，其实你们是把你们组队的希望真的是交给了幸运，对不对？因为这个花的花瓣我们没有办法去安排嘛，所以也就是说你们拍完戏之后你们之间确实是有一些默契的，而且相信你们今天组队也能够很成功，好不好？来，带上，这是你们必须要在一起的组合，好不好？感谢。来，好的，帅气帅气，恭喜二位真少年，没想到我的组队了。恭喜恭喜恭喜。来，请真男队两个人走到中间来，好不好？哇，啊，恭喜恭喜，你继续努力。恭喜大家都找到了旅行的搭档。来，下面的游戏你们一定要努力赢，你们只要冲进前三，马伯骞就可以跟江疏影一队，你就可以跟杨迪一队了。听明白了吗？对他好像没有任何好处。来，好，下面我们进入第一轮的游戏。好的，我们第一轮的游戏呢，要考验大家的呢就是团结力。我们的第一个考验呢叫做爱的抱抱共享大脑答题。来给大家说一下规则，每位花儿与少年的身上呢都会贴有不同的数字，大家要根据我喊出的数字抱在一起，相加符合规定数字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共享大脑回答问题，答对记一分。好的，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挑选自己的号码符，来吧。一个选一，一个选二，好不好？好。这个小号比较容易那个什么。宝宝，先加油啊！我尽量。等你啊，姐姐等你啊。怎么了？你们俩在干嘛？哎，他们俩当着我的面在那说姐姐等你哦，我这还在跟我一队呢，这就开始在那边暗度陈仓，两个人拿个胳膊过来。你一定要赢。我不是为了你，是为了我自己，我要赢。好喜欢你们这样相爱相杀哦。没有相爱啊，哪有相爱，光杀了就。各位都已经选好了自己的号码符，可以跟自己的队友先相互看一下，确认一下。等一下，弟弟穿反了，穿反了吗？哎呀，魔术贴在后面，魔术贴在后面。何老师，你好适合一起出去旅行。对呀，选我就对了。干嘛？你在干什么？等你哦。你不要在那儿再跟马伯骞眉来眼去，在那儿看来看去了。两个人，你们俩隔这么远，他在后面这样等等你哦。马伯骞和杨迪都是三呢，真的。万一要江江用到三的，真的不知道他会选谁呢。真的，真正需要用到三的时候，我肯定我就被踢出去了。舍近求远的，那肯定是。
来，准备好了吗？第一轮音乐走起。离我们远一点嘛，伯谦，离我们远一点。你过去，你为什么到他面前去跳？你们这目的性太强了，你们。哎，你看看他们俩，哎，你看看他们俩。哎、来来，你跟我走，来，你跟马伯谦，你跟我走。动起来，动起来 ，everybody。舞起来，朋友们。你们俩不要捆绑，你们加起来大，你们跟小的在一起，对，这样的话至少有一个人有机会。第一轮数字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不是八吗？不是八，是吗？是是是是是。八八八一，拉拉他拉他拉拉拉拉，过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我管哪个呢？反正，我先搂住了。八八八八八，来个一，来个一，三点二一。那你走吧。那你走吧，你走，你走，你过来，你走，你来。马伯谦人呢？在这儿吗？在这儿。你这个狠心的男人，你树太大了。我跟你说，他至少是把你推出去。我们家佳佳真的很难追，我每他很活泼，你知道吗？他一直在暴走。动起来，动起来 ，everybody！ 我说你真的很远，跑很远，然后刚才根本找不到他。然后突然被一个热情都拥抱，然后我都不知道是谁，一抬头看，哎呦扎心了，哎呀，我没有自主权了。我给你一把拽过来。可以的，可以的，我们至少是对的，对不对？好的，来江江姐，我们来这边，和我一起作为金牌监督员。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你先休息会儿。对，金牌监督员。这个事情从一开始就错了。我是为了我们好。我太单纯，太单纯。我怎么觉得今天的走势有一种江江尿和杨迪一直走到底的感觉，来势不妙。好，来吧。好的，来，首先是你们三位，第一组，请听题：如果另一半惹你生气了，你希望他怎么哄你？拥抱我，合理、啊，非常合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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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Yeah。马伯谦加油，我尽量，我尽量。已经公然开始了哈，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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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冠英哥，你认为自己身上最吸引异性的特质是什么？大长腿，合理，这个我觉得也蛮合理的。这可以，这真的可以。腿确实长，真的太棒了，全场最长。尤其当我站在旁边那个衬托的时候，优势好明显。铲铲铲，加油！加油！加油！铲铲真的很紧张。这个非常简单，非常简单。来，楚然姐，请听题。别哭，别哭。请问，王楚然，你的美白秘籍是？小白霜，霜。什么？什么是小白霜？抹在脸上那种霜嘛，抹了就白嘛，小白霜。江江姐，你觉得这个合理吗？合理啊，太合理了，合理的要命。我就用小白霜，然后把小白霜推荐给娜扎。哎，姐姐们都在用的小白霜。小白霜是假白，我们要的是那种天生的白。哎呀，哎，它就是假白，是不是假白？快说是！楚然为了赢，确实今天去涂了一下小白霜。这都行，他没说小白兔呢都。小白兔白了又了白。这一轮三组都积到了分，好不好？好不好？但是有一组只积了一分，其他组积了两分。哎，是难道是我们组？除了你们，难道还有？好，第二轮音乐走起。不要和你在一起，你每次把我踢走。没有，刚才是没办法。这怎么会把我踢走了？我们现在是七，我们找别人。我们一定要全力助，助老秦跟马伯谦赢。楚然，往我们这儿来啊！等一下，听到就算了。拉拢人心。第二轮数字九，九，九二三，九二三。
来个二，来个二，九，给个二，给个九，老张，给个二，来个二，来个二，不要，九，没有发了，没有发了。啊，行不行？也不行，两个一，我先，我两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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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我要跟他们，我要跟他们，我要跟他们，再来一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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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可以，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让他们气氛，可以了，够了，我们够了，够了，够了，够，够了，够了，够。你呀、啊、你好的不学跟迪哥学，没法子，你们太坏了，我们找两个一，两个一都不要我们。好了，这次我没有抛弃你，我们俩一起被抛弃了。没事没事，他一定被迪哥带坏了。这次我们获得答题权的是两组，来这边三位请到我的这边，你们可以做裁判了，又可以做裁判了。江江姐又是我，喊都喊不过来的。但是刚才彭老师把王老师给推走了啊，好像是，确实是，对不对？不不，这是一种战术。天哪，为了分数怎么就……你看看，我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们？至少我们保住了一个，不像他们队永远会在一起。哦，你错了，我们是这一轮才在一起的，一起被淘汰了。好，来，嘉哥，请听题。我们要严格一点，请问嘉哥，你会怎么称呼你的另一半？小，另一半，小宝贝儿，小宝贝儿啊，这个非常合理，嗯嗯，合理合理，送分题了，对，好，我们来，好，请冠英哥用一个成语形容一下你的搭档。搭档是我，搭档是我。美若天仙 ，OK， 美若天仙，好，输赢对我都挺好，没，心又狠手又辣，你们两个真的是队友吗？他说他们输和赢对我来说都挺好，你看、啊、心又狠手又辣吧，因为他们赢有就有权利把你换走啊。那接下来是我们的最后一轮，大家要加油好不好？拼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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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最后一轮，音乐走起。反正已经无力回天了，我也不想跟你们抱来抱去了。哎，嘉哥和何老师永远都在逛街一样的。走起来，走起来！给我分开！都给我分开！走开！他们，我感觉这个数会很大，这个数感觉会很大哎。最后一轮，十二，十二，来个十，来个二，大家过来，大家过来，大家过来，十二，十二。七，十七，七还要个二，要个二。那家过来到我们这边，那家过来到我们这边。那家，那家，那家过来，那家过来，那家过来，那家，那家过来，你就是十二。姐姐过来，过来。那家过来，你就是十二。那家过来到我们这边。姐姐过来，过来。哎，朋友们，朋友们，我们这个是爱的抱抱，不是爱的拽拽。主人，你又被我拉走了。咱们来多少？三是吧？三是吧？我们背对背拥抱，滥用沉默在表达。哇！干嘛是什么？你们在拍电影吗？有需要我的吗？要走一起走。不是，刚刚何老师的眼神简直了，我在看偶像剧决离的那一瞬间，他刚刚是这样。感觉到泪目了，老找了何老师推着他点头。对，是迪哥，恶有恶报。什么恶有恶报？你心又狠手又辣，你苍天还是有眼睛的。好，何老师，迪哥请到我这边，又当裁判了。迪哥，快点到下一环节，这趴太长了。何老师干得漂亮。好，来两组，请并排站好。请问江江姐，你最想改掉的一个坏习惯是什么？心。快来！太爱比美
美。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太爱比美，这个确实是合理哦。不，刚才我的耳边响起了很多声音，有了一些信息给到我。美。这件事情的始作俑者呢，是我们娜扎。对。太爱比美。美。也是合理，我认。可以，这个非常合理。这一组加油加油。马伯骞，旅行只能带一件东西，你会带什么？我的手机。哦，合理。你开头一下给老秦都整懵了。我是什么？肉眼可见的花了，老秦。这个很合理。好的，获得我们第一名的是扎心组合。哇，分都分不开，拉都拉不走，真的。不要生气。都怪然后都怪我，我拼了命的挣分。没事啊，还有机会。并列第一名的是，真男组合。哇，sorry， 几个？你在高兴什么？机会把你换掉啊，因为我们必跌出前三啊。你高兴得要命。这好的，获得我们并列第三名的是何老师和嘉哥。哇哦，还有我们的彭冠英、王楚然。哇哦，难道我们是最后一名？对，这个真的很难想象吗？江江姐太，你们每轮都有人当裁判，有的时候还一起当，对吗？是不是？第五名就是我们的迪哥和江江姐，谢谢大家。瞧他高兴的，我会回来的。I will come back， 我会回来的，我一定会回来的，对不对？就杵着你薅。好的，现在真男队的你们可以任选一队进行换位置，这还用选吗？没有，我说句实话，没有，我改变主意了，因为我觉得你俩真挺合适的，我要走吴江路，我要走吴江姐，对，真的太合适了。为什么又是我？真的，你们俩很有 CP 感。真的，我没想到吧？你在那儿一直不签，没想到吧？我改变主意，是真没想到。想干什么？但是啊，老秦也有他自己的态度呀。好，老秦，如果老秦也想跟，不要了，我觉得迪哥特别好。不要了，他不要你，他倒是不要了。他觉得你过来跟我在这儿差不多。你呀，哦，也可以，也可以，换的。好，现在有请江江姐要做出选择，选谁是吗？马伯骞和秦霄贤，你只能选一个，或者你先走，离我远一点，你先离我远一点。哎，在看植物了是吗 ？I will come back。我觉得我今天做梦都想 I will come back。终结者，好来。来了，这样，两位都把手伸出来，把手放在后面。哦，对，放在后面。看江江给你们搭在人中间。哇，很关键，江江姐。开始了是吗？三、二、一。他最终选择的是秦霄贤。马伯骞获得了一个植物，这个是我给你的。他不但获得了一个植物，我他还获得了杨迪，就给杨迪带来。没事，我以为今天的流程是流水的真男对铁打的秦霄贤呢，我以为今天。没想到你走也走了，不是这不是，我也以为是这个情况。这好的，那么我们现在真男队的队员呢已经发生了变更，我们继续进行接下来的比拼，加油！
只有花和少年有做是吧？真男子坐的不能坐是不是？是不是坐不下？挤一挤可以吗？哎，我觉得可以。我坐那个江疏影那儿，江疏影那儿。来，走，我们就去，我们俩去坐在江疏影那儿。我们坐在江疏影的左右两边怎么样？都坐满了，坐满了，坐满了。打扰一下啊，我们坐一下。坐满了，有点挤。现在就退出去了。你这人怎么这样呢？你走不是你快开始吧，太坏了，你能妨碍我答题。难道你急走了？不是，难道说我把我们的冠名给挡住了？来来来，我后面坐。哎呀，你跟你大哥去吧。不是，这可以坐，这现在这个可以接受的、五个人可以的。又是为什么呀？可以可以可以，这样可以，挺有趣的。可以，一排五个，来吗？好的，精彩了。第二轮的游戏呢，大家都知道我们平时在国外旅游的时候啊，语言障碍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的肢体语言表达能力呢，就成为了我们在异国他乡重要的生存方式。接下来我们玩的这个游戏呢，叫做无与伦比。太捧场了。好的，规则是这样，表演者用舞蹈动作描述这个指定的词语，猜题者呢需要跑到这个指定的区域抢答。日光浴，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呢，我们为自己的队伍积一分。没问题。好，要有请我们第一位的表演者是丁程鑫。弟弟，加油，期待后空翻。舞蹈时刻。然后我们第一轮的答题者是四位花儿，去吧去吧。然后我们真男队要派出一名队员。我，因为我感觉我会在真男队待很久，我不会让你有这个机会的。怎么，你们要怎么对付我？我你拉着，心很熟了，别这样。来，女生在中间，你跟着我干嘛啦？分不开你们了。他老跟着我，他还这会儿又黏着我。大哥，一剪梅，回答正确。刚刚是有一段腹语表演吗？都说出来了，都已经。两个字，两个字。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什么？苍蝇，回答正确。漂亮。五个字，怎么还可以把人拽回去的？好，快快，大家大姐，王子变青蛙，回答正确。
我以为什么蛤蟆公主。什么背？二倍速，二倍速，二倍速。回答正确。哦，好厉害啊！好，答完了。哦，漂亮！辛苦我们的弟弟，辛苦辛苦辛苦，演得好好啊！小丁很棒，但是我们太傻了。没有，主要是我 不想承认，但是他一直在给娜扎使眼色，一直都是那种，别说使眼色了，尤其是那个一剪眉的时候，他是这样，一剪眉呀、啊，这算什么？刚刚二倍速的时候都说出来了，同学，二倍速，他对我无语了，没有没有。那我们第二轮要有请我们的迪哥和娜扎姐。天哪，我们是双人舞，哇，真棒，连猜的机会都给我剥夺了。好，第二轮音乐走起。没有人跟我 solo。 好 OK， 来答题开始。你开枪对我几个字？四个字。黑客史密斯。黑客帝国。黑客史密斯。黑客帝国。回答正确。江江姐，哇，史密斯，你们俩这在干嘛？已经有仪式了吗？哇，你们跪得好快哦！但是你也没答对呀。确实。好，来继续，还是四个字，四个字。四个字，四个字，四个字。旋转木马。回答正确。漂亮。四个字，四个字。四个字。搓背。搓背。搓字对了，搓字对了。来，嘉哥。搓你妹妹不知道。好，回答错误，继续抢答。慢点慢点，哥不急。澡堂搓泥儿。搓搓什么？杨迪搓澡。回答错误，但是有两个字是对的，有两个字是对的。搓澡大师。回答错误。是对了。有三个字对了，有三个字对了。搓澡大师。师傅。搓澡师傅。回答正确。我弟弟好强啊。还是三个字，三个字，三个字。三个字，三个字。装可爱。回答错误。照镜子。回答正确。来，三个字，三个字，三个字。左右左。Happy 艇。有一个字对了。左右左右。划龙船。有两个字对了。避风塘。避风塘。有三个字错了。别说。龙舟。回答正确。那避风塘回来一下，那避风。
避风塘是为什么？回答完毕。哇，辛苦两位，辛苦两位。这一把弟弟赢麻了，赢麻了，真的弟弟太厉害了。这是真的，朋友们，有的人没有功劳，他真的有苦劳啊，真的有苦劳。好的，现在我要公布刚刚的成绩，获得我们第一名的是扎心组合。没办法，哎，好厉害啊。好，获得我们第二名的是何老师和我们的嘉哥。好的，获得我们第三名的是真男组。耶，太热闹不见又能选了哈，又能选了，我还有的选哈。I will come back. I will come back. 好，那么现在真男队，你们要做出你们的选择。那基本没什么选项了哈。你有没有想选的队伍？没有，其实我还是想选江江姐的。哦，是吗？对，为什么呢？是的，没有，因为这个刚刚只是一个战术。如果说刚刚不选的话，很有可能你会再回去。你不是说 you will come back？ 哦，你们俩还聊了这么深啊！我的朋友啊，就是。而且最后一轮的游戏，这个必须得由我来护着。哦，对啊，这个就没有别的说。你要看我答不答应啊？就是啊，万一他把我选回去，你说可不可怕？有这个可能性，迪哥，效果拉满。所以确定吗？你都拒绝我了，我得考虑一下。去哦，一时语塞。I will come back。现在你们确定吗？是江江姐他们组吗？哎，那我也确定好了，因为毕竟人家。对，荧幕 CP 哈，分不开的，愿意分开吗？那么直白的问吗？那不愿意，他没回答我，他给了答案了。我们就选江树影这组，跟我们刚刚的环节一样，来。I will come back。哇哦！我们还要走这个过场吗？哎，万一真选我回去？真的真的真的。对对，我先把这个也是有可能的，这个是真的有可能的。先把它扔了。所以江江姐要选择的是她选择的是马伯骞。马伯骞迪哥还兴奋了一下，对不对？你永远回不来了。谁把我掉的东西给我捡回来了？谢谢，拾金不昧的好人，拾金不昧的好人。迪哥刚还激动了一下。现在我们恭喜马伯骞和江江姐组成了一队。何老师已经开始拉伸了，这个组感觉胜面很大呀。不是，因为我们现在离登顶只有一步之遥了，不把扎心拉下来绝不认输，不把扎心拉下来绝不认输。接下来我们就进行我们最后一轮游戏，沙滩版丢手绢。哟，给大家说一下规则，搭档二人必须用指定的姿势追逐，然后选择另一队搭档其中一名，给他戴上泳帽之后就可以开始追逐，追到的队伍或者是逃脱追逐的队伍都可以积一分。明白了。第一名可以得六朵花，第二名是得四朵花。你想第一名的位置没有那么稳了吧？是不是就没有那么稳了呢？主要是这六朵我们都放不下呀。哎呀，就是能不能把孟佳姐那个移开，把我们的放那边啊？好，现在来看我们第一个指定的动作。三步一甩，不行不行，我的老腰不行。一二三，走。懂了，三步一甩，三步一甩，谢谢。何老师，我可以说一下我的私心吗？请说。哦，就是我好想看老秦的，我们的迪哥，可以，哎，可以先让他们演示一下，可不可以？不用，我觉得派他们首发就好了。真男队一定要首发呀。我们第一组要派出的就是我们的真男队。如你所愿，你看见了，马上就能看见。来吧，首发就首发。好，来，真男队请到这边练一下，练一下，可以练一下。来来来，大家都起来。往左，往左。
一二三四四，好。哎呀，挡着了，走快点，步子大点。一，然后一二，这个脚往前啊。对呀、啊。哦。对呀、啊，那就这样吧。报告。哎。那喜欢剧组啊，啊，他们迈一步相当于我们迈三步，太吓人了。我刚看他们练习，我都害怕，腿都好长。但是看到江疏影他们这边练习，我一下心情都愉悦。他们说的是，他们练一半说，哎，就这样吧。好的，那就这样吧。知道弄谁了？好嘞。哇，他们丢啊？对。好，我们来这边，来到身后，来到身后。准备好了吗？好，现在请选择你们要砸的人。这要这样好拖一点。棒棒棒棒棒，超级重！哇哇哇哇哇！要跟上我，待会儿跟着你呢。我棒，超级重！我来，冲我来啊！冲我来啊！往前看，往前看！冲我来啊！爽！哎，我们要走一圈是吧？不用吧？都可以，都可以，随便你。掉头了，掉头了。所以你们最终要选择的是，往前看。准备哈，准备哈，顺时针跑。一二三，快跑快跑！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二三。他并不是个道具，他直接把老秦甩在地上的，就是中间老秦为了保持平衡，腿一翻踢到江江的脸。我一脸的沙，关键我还张着嘴。而且我要说一下，江江姐她全程是被这个伯谦哥给牵着，然后她的头呢，她不是像这样的，你知道吗？她是一下马上就回来了。这是个妈，你有在下腰吗？我在下，完全看不到你在下腰。你是下头。哎，我的老腰。好，所以刚刚真男队逃脱失败，江江和马伯骞他们积一分，对不对？我们现在扎心组合是可以来选择这个砸水球。跑得太快了，会砸慢的。谁慢呢？那有可能有一个腿长，有一个腿短，他们跑的就不快。有可能有一个腿长，有一个腿短，他们跑的就不快。他们的会议记录，我要给大家说一下，有一队有一个腿长，有一个腿短，跑不过他们。对，秀英姐。好，弟弟已经做出了他的选择。请准备。不可以，杨小丁，姐姐平时怎么对你的？不可以。你站这边。好。弟弟选择的是。哎呀，你好绅士啊！还有手法的。Woo!
一二三，倒，来得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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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的时候不能动。好，一二三，倒。一二三，倒，得倒，得倒，得倒，最后倒一次，好，坐下，啊，快快快坐，好，坐下，坐下，恭喜，恭喜弟弟队逃脱成功。然后我要跟江江姐纠正一下，你们赢的规则不是坐下来，是抓住他们。我看江江姐直接一屁股就坐下来了。他们坚持，他们坚持是用头仰下去，不是应该这样吗？那这样太耽误时间了。哦，把你厉害的。接下来我们要换动作哦。我们第二个动作呢，是要用泳圈套在你们两个的中间。你俩是不是套反了？啊，这样也 OK。他不是两个槽吗？哦，行行行，你怎么说他们是对的，他们是对的。哦，是我们俩套反吗？哦。然后这一轮呢，我们就不用跳探戈了，我们直接丢下去就可以直接开始跑。好，首罚的是彭冠英和王楚然。打你们，打你们，我们砸。对，你们砸。我们砸是吧？我们砸谁呀、啊？来，冠英哥，楚然姐，看着我们友情的风向。不是，你不要在我后面，楚然，你先过来好不好？来，我们到这边来。好，楚然哥准备了。没有没有，第一圈怎么可能呢？对啊，怎么可能呢？我会这么快做决定的，我还有力气。好，他们现在在游走，这个真的是，你们准备好的情况下可以直接砸下去哦。江疏影吧，江疏影。不要砸！你们俩怎么跑的途中在转圈呢？怎么的？没有，因为那个冠英想要保护楚然，他发现楚然落在后面了，他想保护他，这个他转过来速度就更慢了。是，好，恭喜我们的何老师积一分，来吧！好，来何老师领取一下水球，疯狂的跑。我不是要砸你，我想给你们一个得分的机会。哎，我们怎么得？就是你们赢我们就有分吗？哇，你说的太对了，我们就有机会往上穿，是不是？好不好？来了啊，好，大家配合一下。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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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快跑！还让一下，我们要抓住他们了，抓住，抓住！走，走！
就动作没气了。老太好笑了。我发现我们牵的手一碰头好快，好快，好快。你别看他腿短，真的，他起速是真快呀！刚刚真的是给我们机会了吗？就是啊，现在你可以发球，你只要赢一个就。我起速太快，他摔倒了。我刚才知道谁慢了，嗯，有人真的很。有，准备啊！好，迪哥这轮已经有目标了，对不对 ？Sorry。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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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秦特别像那个汤姆抓住了那个杰瑞，你知道吗？他们只觉得我们的队腿长，其实我们队手也长。哎，最好笑的是，你们砸的是彭冠英，但水全在楚然脸上。砸偏了，砸偏了。彭冠英站起来就抓住了我。他好像没跑，你跑了吗？刚才？我觉得你只是屁股起来了一下。好，最后一轮是我们的彭冠英和王楚然来砸这个水球。我们砸，扔我们，我们一会儿往那边跑。扔我们。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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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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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速还差一圈，追，只觉得我们的队腿长，其实我们队手也长。快坐下，好，逃脱成功。应该先走这一个，没事坐吧。好快呀，两组都，他们好快啊！好快，我跑不动。好累。你们两队都是那种，男孩在飞奔，女孩脚不着地。好的，现在我们最终的成绩已经出来了。截止到目前，我们的总花数啊，扎心队和何老师孟佳队的花束是一样的，所以你们并列第一名。然后相应的真男队要付出双倍的旅行红包。哎，真男啊。 OK， 要不要看一下自己的成绩单？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我们最精彩的环节了，数花花卡。现在这边呢有一摞这个花花卡，然后你们两队呢需要在30秒钟的时间之内数这个花花卡。22、23、24。37。所以你们要拿这个24张花花卡拿来干嘛？我想想啊，我用这笔钱买2张机票，跟扎心组合来一个姐弟的旅行。哦。那除了机票，其他的费用谁来承担？我来承担，我比较大。哎呦，爱了。我这37张花花卡都归孟佳。哦。那我这37张花花卡，请大家全部一起喝饮料。好。
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淘宝可以淘出一万种生活。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锁定你好星期六，接下来很多精彩的内容，让我们一起期待吧。欢迎大家来到好六运动会，好六期运动会正式开幕。你们今天的得分与你们支持的观众的数量是相关的，各位观众选择的队伍失败的话就要离场。为夺得观众的心，他们使尽浑身解数。刚萌姐说了要请所有支持我们的人吃夜宵，随便点。什么叫做好六期，根本就是花果山。金星，金星，好，没有打到金星星。这个游戏就是因为有我们小丁的存在，它延续了下来。究竟是观众双向奔赴，还是痴心错付？支持好六队的有118位观众，运动者联盟队的观众是45。你倒是说呀，刘鑫！好六团没来的人，李雪琴。支持我们好六队的观众要遗憾离场了。来来来，哥们儿站起来。不对，太累了，这个团队带不动。开始。加油！哇！加油！哇！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哈哈哈！萌姐太猛了。刚才为了让我们对他温柔一点，他居然跑来跟我说我是女生哦。观众大比拼，稳如不而正，是谁笑到最后？镜头剪刀布。更有神秘惩罚等待他们的到来。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今天玩得非常的开心啊，节目里面有非常美好的旅行，但是我们祝福每个人现实生活当中都能够有假期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去美好的地方，祝大家在美好的地方留下美好的回忆，祝福大家，祝福大家。好，这里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淘宝可以淘出一万种生活。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你好星期六，你好漂亮，感谢你好漂亮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你好星期六，精彩看不够。